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755面，755面第三行，第三行，故经云，从这看起啊，故经云，菩萨摩诃萨恒以功德智慧以修其性，若实学者未能破相，但能一向专制，无不往生，不虚一也。这是安乐集上的话。安乐集是道卓大师著作啊，也是解释无量寿经。前面告诉我们，但知念念不可得了，这就是智慧啊！念念不可得了，知道的人不多啊！这是什么？这是诸法实相啊！确确实实是这样的。可是呢，知道念念不可得，还能够细念相续不断。就是这一句佛号，一句接一句，佛号不断，这是功德。诸位想一想，什么是功德？为什么它是功德？知道念念不可得，是智慧。用智慧来做事情呢，统统是功德。如果着了相呢，着了相就是福德啊，功德跟福德了差别在此地。不知道啊，念念不可得，而今念相继啊，这个佛号不断呢，这是福德啊。知道念念不可得就变成功德了，福德就变成功德啊，差别在此地。那么我们知不知道呢？好像知道，又好像不知道。因为今天多了，说这个有这么一点印象了。特别是弥勒菩萨跟世尊的对话。世尊问菩萨，是心有所念，这是讲凡夫，凡夫心里头起个念头，这一念里头有几念，那么就晓得这个念头很粗啊。这一念当中有多少个细念头在里头啊？有几相，有几时，你看这一念头这么复杂啊。弥勒菩萨回答，其实佛菩萨一问一答了，是让我们听的，是让我们在这里学习啊。弥勒菩萨回答说，一弹指有32亿8000年啊，一弹指时间太短了啊，32亿8000年，它的单位是百千啊，10个千是10000，100千是100000，也就是说32亿乘10万啊，得出这个数字是320兆。你看，一弹指有320兆，这么多年头。
念念成形，成形就是世尊所问的相。那有几个相？每一个念头都有相，相是物质现象。有几识？识是受想行识，是精神现象。这样，念念成形，形界有识。这弥勒菩萨说的，每一个现象里头都有受想行识。诸位要晓得，一弹指的320兆分之一。现在我们习惯用秒，那我们一秒钟能弹几次？我能弹4次，我相信有比我弹得快的。年轻力壮的，如果他弹5次，5×320就1600兆，一秒钟，一秒钟有1600兆次念头，有这么多的念头，每一个念头都具足了五蕴，色受想行识，物质是色，受想行识是精神，所以精神跟物质是分不开的。你看看那么细的念头里头，受想行识具足啊，我们这才明了心经上讲的观世音菩萨照见五蕴皆空。照见什么五蕴皆空？就是一秒钟，我们讲的是1600兆分之1秒，那个念头啊，五蕴皆空。这是什么？这是物质精神的最基本的，所有一切法都是从这变出来的。般若经上讲，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没有一法是真的。你知道这个念念不可得，这是智慧。为什么呢？念念不可得，你心就放下了，你什么念头都不起了。缘了凡心生，命被人算定了，算得一点都不错，他们也妄想了。我说想也没有用嘛，何必要想呢？能够跟云谷禅师在禅堂坐上3天3夜，不起个念头。云谷禅师很佩服他了，一个人3天3夜不起个妄念，不起个念头，这不简单的。这是很相当的定功啊，就向他请教啊，你是修怎么修的？他说出来，我没有功夫，命被孔先生算定了，想也是没用处，所以干脆不想了。云谷禅师听了哈哈大笑，我以为你是圣人，原来你还是个凡夫。那个凡夫什么叫无想定？圆了凡那个功夫就是无想念，什么都不想，什么也不知道，无明啊！如果真的是禅的话，那不一样啊！一切不想，你问他问题，他什么都知道。为什么？他智慧现前啊！这就是不相同的地方。所以知道万法皆空，念这句阿弥陀佛，念念不间断。知道极乐世界也是，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还愿意生到极乐世界。愿意亲近阿弥陀佛，这是什么？这是功德了，智慧功德了。所以经云呢，菩萨摩诃萨恒喜恒是不间断，永远是这样的，以功德智慧修其心。为什么呢？因为他
无始无明的习气没断呢、啊。他用这种方法的时候，他能把无始无明习气断尽，断尽他就证得圆满的佛果。啊，《华严经》讲的妙觉如来，啊，在等觉之上啊，啊，那就圆满成就了。啊，所以这一句很深。啊，意味很浓，我们要细心去体会它。啊，这是大菩萨的事情，菩萨摩诃萨。啊，至少都是圆教初住，别教初地以上。那这他们学的。说，若实学者未能破相。啊，什么叫破相呢？知道念念不可得就破相。啊，吉相离相呢，他不执着了。六根在六尘境界里头，啊，他心地清净，没有起心，没有动念，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叫离相。啊，这不是我们初学的人，初学人做不到。啊，未离相呢，但能依相专制。这里的最重要就是专制啊，我们一向不要紧，用妄心可以啊，只要你专到极处啊，专念阿弥陀佛啊，你看本经修行宗旨八个字啊，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那个一向专念，就是此地讲的一向专念。你这依靠阿弥陀佛的相，依靠极乐世界的相啊，念念只求极乐世界，只求阿弥陀佛，这就对了，决定往生。啊，要紧的不要疑惑。啊，决定不疑惑，你就决定得生。啊，疑惑呢也能够生到边地一尘。啊，就何必要疑呢？能够完全不疑，那就是这一部经要真正用心去学习。啊，都搞清楚搞明白了以后就没有了。啊，没有一个不往生的。遇到这个法门，那是过去生中无量的善根曾经供养诸佛如来啊。得诸佛如来的加持，你才能遇得到。啊，遇到之后你能相信，你能够理解，你能够发心啊，发什么心呢？发心求生极乐世界。啊，到极乐世界去做佛去，成佛之后就道驾慈航，再到这个世界来度众生。那就不是到这一个世界了。十方诸佛无量无边的刹土，绝大多数里面都有六道轮回啊，到六道里去度众生呐。啊，到极乐世界你就都见到了啊，在我们这个世间业障深重，没法子见不到啊，可是记住前面经上说得很清楚，真正是一句佛号灭八十亿劫生死重罪，这个一点不假。为什么我们念佛的时候没有这种效果？没有效果，我们没有智信，没有专制
啊，专制就会起这么大的力量。我们念佛当然能灭罪，灭不了这么多。啊，如果是专制，啊，我什么都不想了，我就想离开这个世界，就想到极乐世界，那这个心念佛真的一念消八十一劫生死重罪啊，所以你到了极乐世界，那个罪业也是差不多都消尽了。啊，佛经上讲的话，句句都是真实的，啊，绝没有一句是假话。啊，佛是方便说，不是的，佛句句是真实说。啊，道哲大师此言，这上面是这个三行半，你看《安乐集》上讲的，全是道哲大师说的。啊，道哲此言呢？破开诸佛迷障啊，这一段开始讲的太好了啊，执行尽宗心髓啊，黄念祖老居士这两句讲的非常恰当啊，确实诸佛迷障尽宗心髓，但能信受奉行，一向专制，老实念去，纵未立相，决定往生净土。啊，我们如果想这一生到极乐世界去，你就依教修行，没有一个不往生。啊，这个经我们快讲完了。啊，这一遍听下来，一年的是一年多的时间呢，值得了，非常值得了。啊，真的把西方极乐世界搞清楚、搞明白了，非去不可。啊，对这个世界千万别再留恋。啊，要知道这个机会比什么都难得。啊，真的要信守奉行。啊，真正相信。完全接受。依教奉行。啊，像安乐经上所说的，我们一向专制。啊，经上讲极乐世界一真庄严之相啊，关键核心就在专制啊，专到极处叫专制啊，专到极处才真正叫老实念佛啊，立相那是大菩萨的事情，不是凡夫啊，设法界里面的人都没有立相啊，设法界你看阿罗汉辟支佛菩萨跟设法界的佛都没有立相啊，立相是化身菩萨啊，他们不住在设法界，他们住在诸佛如来十报庄严土啊，那是立相啊，设法界以内的通通是一向专制，没有一个不往生啊，决定往生净土。一向专制啊，凡夫能行啊，立相乃菩萨境界啊，我们凡夫做不到，这真的一点都不假啊，我们凡夫今天知道有这么回事情，这佛经上讲的嘛，我们晓得有这回事情，不是我们的境界
啊，我们知道，就好像科学家啊，弥勒菩萨说的这个现象，德国的普朗克博士他发现了啊，普朗克是爱因斯坦的老师，一生专门研究量子的啊，他的研究报告告诉我们，他说宇宙之间根本没有物质这个东西。物质是什么呢？他把物质的底牌显出来了，物质是意念变现出来的，不是真的假的，也就是念头变现的啊。换一句话是，先有念头后有物质啊，而意念能够改变物质。啊，今天地球出了毛病了，到处都有灾难了。是什么原因呢？念头出了问题。通通是不善的念头。啊，这是佛在楞严经上说的好啊。啊，贪的念头。贪婪，无止境的贪婪，那感应的是什么呢？水灾、洪水、海水上升啊，江河泛滥，感这个啊，嗔恚的发脾气啊，感的是火灾、火山爆发、地球温度上升，感的这个东西啊，我们起心动念有关系啊，跟地球有关系啊，不但跟地球有关系，跟整个宇宙都有关系，因为整个宇宙跟我们是一体的啊，宇宙确实就像一个电网，那看不见一个电网啊，我们动一点点念头，变法界虚空界全知道了。这个事情也被最近的科学家发现了啊！我们只要谨慎我们的念头，可别错了，与信德相应，一切美好啊！啊，愚痴的念头，于是不了解事理啊，就不了解事实真相啊。感应的是风灾啊，傲慢感应的是地震，怀疑是最麻烦，比前面三个还严重啊。怀疑什么呢？对应的是大地松散了，这大地是坚固的，出了问题，大地是组织松了，就很容易陷下去。现在我们常常听说什么天坑啊、地陷，那个原因是什么呢？怀疑啊，怀疑到严重的时候，我们这个陆地沉到海底，高山崩塌下来啊，换一句话就是贪嗔痴慢疑，对我们自己的身体贪嗔痴慢疑，感应五脏六腑的病毒啊，对外面的山河大地带来这么多灾难啊，那我们要救这个灾难的时候，实在讲不难啊，念头转过来，不贪就没有水灾，不成恨，不成恨就没有火灾，不愚痴啊就没有风灾，不傲慢啊就没有地震啊，不怀疑这大地就安定了啊，像地藏经上讲的坚牢地神啊，这个地球上不会出毛病啊
啊，如果你对这个怀疑不相信，不相信地就会塌下去，山就会崩下来，你不相信。啊，那么现在这个时代，我觉得烦恼里头最严重的就是怀疑，因为他怀疑，所以前面他都不相信。如果人不怀疑，前面就相信了。啊，所以怀疑是所有一切灾难、一切疾病、啊灾祸的根本原因。你看现在麻烦了，对古圣先贤怀疑，对佛菩萨怀疑，这真叫死路一条嘞！啊，这在中国过去社会里从来没有的。啊，有怀疑的很少数，极少数的人。啊，现在的怀疑太普遍了，到处都是啊！怀疑的人真可怜，他连自己都不相信，活得真可怜。啊，在家里父母不相信，啊，结婚了夫妻不相信，啊，儿女不相信，兄弟不相信，朋友不相信，在整个这个社会他找不到一个相信的人，你说这个人活得多可怜啊！不相信世间有好人啊，这是西洋人的思想，中国不是的。中国自古以来说不怀疑，相信啊！你看仁义礼智信啊，信为道源，功德母。中国人有自信啊！啊，相信父母啊，兄弟姐妹没有不相信的，朋友都有信呐。啊，这个信怎么样才能够把它建立起来？啊，对圣贤的教诲，你看几千年来，哪有产生过怀疑的？只有这个时代。啊，我们年轻的时候，那是我十岁以前，生长在农村，农村里面。人家要是发生纠纷了啊，找个人来评理，找谁呀？四叔的先生，四叔先生，孔老夫子怎么讲的？大家话没话说，事情马上就摆平了啊！不需要法律啊，不需要警察了。那、啊、这个教书先生，孔老夫子怎么讲的？孟夫子怎么讲的？先评了。事情马上解决了啊！他对传统文化有信心，对圣贤有信心啊！你看，对三家村里头教四书的这个穷秀才，他对他都有信心啊！读书人、明理的人，他都有信心。现在没有了啊！现在眼看着灾难，怎么办？啊，我告诉大家一句话，有信心的人，有仁义礼智信的人不遭灾难。啊，这就是我们帮不了社会啊，我们可以帮自己。我们可以帮自己家的一家。啊，这肯定做得到的。啊，建立信心重要啊。啊，圣贤的经典要讲啊！你看前面，人王经上说的啊，讲到什么正法、相法、末法，最后是灭法。灭法他们又讲我加上去的。啊，什么叫正法呢？有讲经的人，有学习经教的人。有正果的人，这是正法。啊，释迦牟尼佛
灭度之后的一千年有啊，正法时期啊。啊，第二个时期相法，相法有讲经的人，有学习经教的人，啊，有真正有修行的人，正果的人没有了，那叫相法。啊，末法是什么呢？末法有讲经的人，没有真修的人，没有正果的人，这叫末法。什么叫灭法呢？讲经的人没有了，法就灭掉了。啊，这个教学途中，讲经就是教学啊。中国老祖宗知道啊，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啊，那么一个国家也是如此啊。这个国家有讲学的人，有真正依照古圣先贤呢去学习的人，啊，那人都学成圣人，学成贤人，学成君子，这是这天下大治啊！啊，这大同世界盛世啊来了啊！啊，那么有讲学的，也有认真学习的，没有圣贤了，这就小康啊！啊，中国人小康啊！有讲学的，你真正学习的人呢都很少了啊，都看不到了啊，更没有圣贤了，但是还有君子啊，啊，社会还能够得到和谐。如果连讲学教学的人没有了，那就乱世了，跟佛法这三个法运是一个意思，你去看啊，然后你再晓得这教学多重要。释迦牟尼佛一生苦口婆心给我们做榜样，一生教学，没有一天空过啊，教了49年，30岁开悟就开始教学，79岁圆寂，教一辈子啊！啊，教古圣先贤之道，教佛菩萨之道，佛菩萨之道名扬两利。听章当中有我们眼睛看得见的，还有我们眼睛看不见的。都在听啊！啊，鬼神听经觉悟了，他就不捣乱了，他就不会扰乱社会了。鬼神扰乱社会是叫什么？叫这个世间人头脑是迷迷糊糊的，那不清楚，所以很容易出事情。啊，鬼神不作乱了，实在讲对于社会的安定，社会的和谐帮助太大了啊，所以讲经教学确实有一定的好处啊。佛法讲呢，有真实的功德啊，这一桩事情也不需怀疑啊。下面引用《金刚经》一句话来作证，《金刚经》立一切诸相，则名诸佛。立一切诸相是什么？六根对六尘境界。放下起心动念分别之处，就叫做利益一切诸相啊。六根在六尘境界里头，眼见色耳闻声
啊，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就是诸佛如来化身菩萨的境界。啊，凡夫做不到，凡夫见色闻声，他起心动念，喜欢的他就生贪爱，不喜欢的他就生嫉妒、嗔恚，那他就造业呀！啊，诸佛菩萨见色闻声，他不造业，他没有分别执着，他没有起心动念，所以真名诸佛。当然，这个境界是非凡夫生灭心所能解也。那我们知道诸佛菩萨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就在此地，那我们没有办法利一切诸相，他们有办法，说净宗妙用啊，是为方便种之方便，因为他一向专制。啊，我从年轻的时候，李炳南老居士就常常教导我们，啊，就用这个方法。他老人家教我们换心，我们这个心里头不是乱七八糟的吗？想东想西，把这个统统放下，换成阿弥陀佛，把阿弥陀佛请进来，这心里头乱七八糟的东西啊，丢出去，阿弥陀佛迎进来，住在你心当中，他说你就成佛了。这就叫什么？这就叫住相啊，专注，一向专注，这个方法好啊。啊，什么？怎么知道自己真的把阿弥陀佛请进来了？起心动念都是阿弥陀佛啊，不起心不动念的还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没离开，这个法子好啊，这个法子没有一个人不往生，没有一个人不成佛啊，因为他的道理，我心即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即是我心，阿弥陀佛从哪来的？大乘经上讲得好啊，唯心净土，自信弥陀。阿弥陀佛是我自己心变现出来的，西方极乐世界也是自信变现出来的，这是大乘经里面讲的道理的总纲领啊，一切法从心向生。啊，极乐世界是我心想生，阿弥陀佛也是我心想生。啊，虽然这经上讲得很清楚，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无界修行功德之成就。那我们今天念阿弥陀佛，我在前面给大家做比喻，阿弥陀佛好像是老板呢，我们加入股东啊。我念一声阿弥陀佛的时候，就加一份股东进去了。啊，念得越多，那我的股份就越多啊。啊，我跟阿弥陀佛不二啊。一定要有这个想法，这个想法是正确的，这绝不是假的。啊，深深阿弥陀佛就在那里增加我们的股份。你念得越多，你的股份就越多。啊，这个大家好懂吗？啊，别在世间搞什么股东，那你就错了，那是搞三途六道。哎，我们加入阿弥陀佛的股东，哦，这个是西方极乐世界，我们很快就成佛了。啊，千万别搞错了，现在叫投资啊，到极乐世界去投资。啊，净宗的妙用啊。
真的是方便当中的方便。我们看底下一段经文，阿耶多，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须臾前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借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我们看念老的注解，世尊，佛举诸大威德菩萨，因未闻此法而退转菩提，迷邪流通此经之要啊！特别显示出来啊，不能不流通啊！不能不为人演说。为人演说就是我刚才的比喻，就是向极乐世界投资。阿弥陀佛是极乐世界的大老板，我们投股东，我们投资进去。这个大家好懂啊，念佛一声佛号就等于说投资一块钱。一百声佛号你就投资一百块钱，都投资到那儿去了，越多越好，一天念一万声佛号可不得了啊。你要真晓得这个好处的话，你拼命投资啊。你看有一亿菩萨，没有机缘遇到这个法门，他们退转了。我们再继续看下面注解。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这是指谁呢？乃能生佛法广大义门之大师。这个义门，对下句中之此法而言，这一些大菩萨了，大师是摩诃萨的称呼。看，我们称观音菩萨称大师。称弥勒菩萨、文殊普贤都称大师，大师是大菩萨啊，所以此法就是净土法门啊。一门者，净土以外其余种种法门也。这个一门是指八万四千法门，四弘誓里面所说的无量法门是这个意思。净土之外的经云，涅槃无二路啊，方便有多门啊。总的一句话来说，都得放下。放下就是啊，我在早年是26岁的时候遇到张家大师，头一天我就向他老人家请教佛法这样的殊胜，有没有方法让我们很快就能够切入这个老人告诉我，我遇到他那一年我26岁，大师65岁他大我39岁，祖父辈的了。
啊，告诉我，看得破，放得下，你就入门了，你就能起入境界了。啊，到我们深入经藏之后才晓得，八万四千法门是八万四千种不同的方法。修学的总纲领是什么呢？还是看破放下。啊，不同的方法帮助你看破，不同的方法帮助你放下。总纲领就是看破放下，从初发心到如来地啊。啊，这一桩事情放下很容易，看破很难。啊，这就是老师，都是老师当年教给我的。佛法知难行易呀。啊，你为什么不肯放下？你不了解事实真相。啊，了解事实真相是知，知道之后自然就放下。所以放下佛不问你，不管你，佛只帮助你了解事实真相。所以四十九年讲经教学啊，讲什么？诸法实相啊，一切法的真相。真相是什么？真相是空。般若经上所说的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啊，《金刚经》上所说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真相啊，很难懂啊！明明在面前，怎么说它是虚妄的？啊，佛说法真的是有方便。你看他教学四十九年，啊，为大家奠定基础。前面十二年等于说小学啊，讲什么东西啊？讲小法。小法的内容是什么？是伦理，是道德，是因果啊，小乘经啊，以这个为中心呢，大家听得懂啊。啊，人家喜欢接受啊！啊，这十二年基础奠定好了，往上提升，讲方等，方等是大乘的开始，就是预备班啊，帮你提升起来了，八年了，加上前面十二年，二十年了，啊，跟佛已经学了二十年，听了二十年经了。佛在讲真话了，讲一切法空般若啊，般若讲多少年呢？二十二年啊，这二十二年所讲的心经就是般若经的总的纲领，总的原则全给你讲空啊，六百卷大般若，核心就是心经，所以心经是六百卷般若的心中心的，啊，金刚经是六百卷般若的纲领，心经是纲领的纲领，啊，总结一句话，就是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啊，佛讲这个二十二年了，那大家真明白了，明白这真放下了啊，最后八年讲法华啊，把他带到一真法界
啊，法华好比是研究所，啊，通通都拿到博士学位，博士学位是佛陀，下面一个学位是菩萨，啊，都成就了，个个都成就了。我们再继续看下面，世诸菩萨虽能于佛法中开显净宗以外之种种方便法门，那就是这些菩萨们，他们有能力啊，开示开示，是讲经教学，显是显示，是把它做出来给大家看。啊，净宗以外的人，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啊，说明他们修学，啊，他们都在真干，但以未闻此法故。啊，净宗法法门没听到过，那就是这些菩萨当中，善根深厚的有成就，善根稍微差一点的被淘汰掉了。啊，好像参加考试啊，分数不够被淘汰掉了。啊，多少人呢？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这一退退到哪里去了？退到声闻缘觉，退到全家菩萨。啊，如果他要是遇到净宗法门的话，这些菩萨肯定是上品上身。为什么？他们有很好的基础啊，他不是凡人呐。啊，凡人都能往生，他们还有什么问题呢？啊，所以小乘声闻，从须陀洹到阿罗汉，啊，包括辟支佛，他们要遇到这个法门，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生方便有余土。菩萨遇到这个法门，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是十报庄严土。这遇不到真可惜 啊！下面是何以故？假设问题：为什么？一念佛三昧是三昧众王，菩萨都修三昧啊。三昧就是禅定，禅定功夫不一样，禅定的等级。无量无边，不一样，不相同啊！在《华严经》上，我们看到菩萨五十一个等级，那就是三昧前身不同，有五十一种。那初心菩萨有初心菩萨三昧，二心就比他高，啊，三心又更高一点。啊，经历、实行、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等觉，啊，五十一个位次，五十一个位次再上去就是妙觉，总共五十二个位次，这大分呢，啊，细分的可多了。啊，那有多少种三昧？佛经上讲无量三昧，那你细分不就无量吗？那五十二个阶级的时候是大分呢，等级不一样啊。
啊，这是念佛三昧，是三昧正王，有念佛三昧才殊胜了。啊，对于小小的三昧就能往生。啊，这个小小三昧是什么呢？我们平常讲功夫成片，实在讲这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啊，功夫成片这个意思就是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他什么都放下了，就叫成片。啊，有这样的程度就决定得生。啊，生凡圣同居土，程度要高的。凡圣同居土里头也有三倍九品。啊，凡圣同居土的上倍上三品。啊，上品上圣，上品中圣，上品下圣。都是生死自在。那什么叫自在？想什么时候往生就可以，你一动念头佛就来接引。啊，就生死自在了。啊，有些人寿命很长不要了，啊，我提早往生了，佛也来接引。真妙不可言呐！那我们跟阿弥陀佛这个联系也非常快速啊，一丝毫差误都没有啊！啊，下三品的多半要人助念啊，中三品的助念都不需要了。自己预知时至，什么时候走清清楚楚啊，这些我们这些年来见到很多，一点都不假了。啊，所以念佛三昧不容易遇到，若不听闻修习，难于究竟自觉。啊，究竟自觉难啊。这个究竟自觉是指开悟啊。啊，先得定。啊，然后就开悟。所以说是因界得定，因定开慧，这个难。再者呢，念佛法门是普被三根经中之经，这个经是净路，成佛之道净路当中的净路，若不闻知此法，则难于普度有情，俗脱生死啊！以圆满利他之心啊，这是菩萨。你要没有机缘听到这个法门啊，那么你教化众生。为人演说，你想普度众生，俗脱生死不容易。实在讲，自己了生死出三界都相当困难。啊，就是脱离六道轮回。六道轮回上面还有四圣法界，脱离六道轮回是阿罗汉了。阿罗汉必须把见思烦恼断掉。我们想想，我们这一生
有没有能力把三界88品见惑断掉。诸位要知道，88品见惑断掉了是什么地位？小乘初果须陀洹啊，最低的一个地位啊。大乘华严经这原教，实性菩萨初心啊，实性好比小学10年级，他是1年级，必须要断3界88品见惑啊，佛教学常常用归纳的方法，88品太复杂了啊，跟你讲你也记不住，把88品见惑归纳为5大类，这就好讲了。5大类第一个就是身见，凡夫都执着这个身体是自己，这叫身见啊，有身见就不行啊。这身是假的，不是真的，身不是我，你偏偏执着是我，你就错了。你看你的一生为这个身造多少业啊，造善业是为这个身，造恶业也是为这个身，这身有什么好处啊？造恶业堕三途，造善业不过享人天福报啊。这头一个难关呢，佛要叫你看破放下啊，身不是我。身不是我是什么呢？是我所有的，要搞清楚。像衣服，衣服不是我，衣服是我所有的。身也是如此，身跟衣服一样，是我所有的，不是我。为什么？它有生死啊。生的时候，好像衣服穿上了；死的时候就脱掉了，丢掉了。丢掉怎么？你又去找一个身啊，这不叫投胎吗？就6道轮回，又去找个身。就这个意思。所以6道里头的身都不是自己，叫舍身受身呐。舍身这个身体不要了，马上又去找一个身。这是6道轮回啊。如果身是我，我死了，那还哪里还有轮回了？不就没有轮回了吗？这就说明说没有死啊。这学佛的时候头一个要肯定，我没有死，是我这个衣服啊坏了，不要了，丢掉了，我没有死啊，我又去投胎去了，我是永远不会死的啊。你真正把这个事情搞清楚搞明白了，你就不会贪生怕死了。为什么呢？没有生死啊，生死是身啊，我没有生死啊，这是不能不知道的这种大事情啊。那现在就讲到我的问题了。我迷惑颠倒，没觉悟，这个状态叫什么？叫灵魂。实在灵魂是恭维他的，他不灵啊。实实在在他是什么状况？他迷魂呐。孔子讲得很好，这孔子不是不知道啊，他知道这回事情。孔子称他叫游魂，这个正确。
为什么？它不稳定，它速度很大啊，到处游荡去找有缘的，那找到有缘他就投胎去了啊，所以在找父母啊，啊游魂。如果他觉悟呢，觉悟就不叫他魂了，觉悟的时候我们叫他灵性，佛教里面称他做阿赖耶啊。最重要的他要觉悟啊，觉悟就不迷了，觉悟他不会在六道里的，他出去了，有能力出去，迷了没有能力，迷了他的活动范围就是六道，觉悟了他肯定出六道啊，所以觉悟叫灵性呢，那个才生活啊，一直到成佛，我成佛了啊，我证得阿罗汉了，我证得菩萨了，我证得佛果了，那是我啊，所以别再搞六道轮回，一定先要把身看破，对身完全不留恋啊，一切随缘，有很好，没有也好，不要执着。我都没有了，何况身外之物？我都放下了，身外之物哪有放不下的？这个才有条件学佛了啊，你才能够契入佛的境界啊，真正的是很快速，你就脱离生死，脱离生死就脱离六道轮回。佛经上讲的生死，就是代表六道轮回啊，不再到轮回里干傻事了。轮回里头都是迷惑颠倒，人一觉悟了，他怎么会在这里头啊？所以帮助众生了生死、出三界，圆满利他之心这是普通所说的帮助他脱离六道轮回往生到声闻缘觉菩萨就四圣法界这是一般菩萨了没有遇到净宗法门遇到净宗法门那可不得了啊啊，他一生怎么圆满成就啊？这个此地讲的这个圆满只是脱离六道轮回是与自身呢在跋涉于艰险之途啊，就是菩萨度众生呢没有闻到这个佛法了啊，对自己来讲，他在六道，这是悲心。啊，自己并没有成佛，菩萨位置也不高，慈悲心中就先到六道去度众生。啊，跋涉于艰险之途，为什么？怕他心不定，又被六道啊迷住了。啊，这个情形有啊。阿罗汉啊，到这个六道里头来度众生，又迷了。那、啊、迷了怎么退转了？啊，阿罗汉会退转了，退到哪里？他最退的低，退到出国，退到须陀洹。啊，不会再退，再退，须陀洹这个底线。啊，本来他是七年级的学生。一下掉到一年级去了啊，他不稳定啊，菩萨也是这样的啊，菩萨会堕落到二乘，二乘再堕落的话就堕落到须陀洹，须陀洹是底线，你说这上上下下费多少时间
啊，这就叫艰险之途。啊，与众生呢，则导引于坑坎之路，坑坎上难行的道路啊。这个道路不平坦的，不好走啊。啊，下头把原因说出来，为其如来方便，难入一尘缘海。这是他没有其如，如来有方便法，这个方便法就是净土法门，就是念佛方法。啊，你要是一净土，你就很容易入一尘缘海。啊，一尘是佛尘，愿是四十八愿，四十八愿愿愿度一切众生呐、啊。所以他不知道啊。是故将有一意菩萨。啊，这意义并不是个定数，是举例说的，就是很多很多的菩萨，因未闻此法而推转于无上菩提。啊，可见的这个法重要，这个法难得。啊，佛不令法，希望这个方法普遍的宣扬。啊，嘱咐我们，我们得到之后千万不能自私，要自行化他，要把这个法了介绍给大众。啊，世尊于令一切凡圣悉闻是佛说大乘无量寿清庄严清净平等觉经。就是这部经啊，劝令书写，现在不必书写了，现在印刷流通。那我们印经印什么经？就印这部经。啊，古时候印刷术没有发明，啊，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没有印刷术，啊，经典都是手写的。佛法传到中国来也是手写的，翻译的时候全部手写的。印刷术是宋朝时候发明的，啊，也就是宋以前都是手写的本。所以分量很少啊，啊，流通量不大了。现在科学技术进步啊，要大量去印，啊，越多越好。啊，我们把它编成一个善本，啊，这个经夏莲老会记的，黄念祖居士注解的，啊，我还有一个刻盘，很详细的刻盘，啊，我们现在发现，把这三样东西合在一起，啊，那就是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扩注。啊，古人我们看到的，大家都最容易看到的地藏菩萨本愿经扩注，啊，是清朝林承富法师
住所的。啊，住就是住解。啊，所以我们把这三个合起来。啊，你看起来说更显目，刻盘实体显目，就是每一段都有个小标题说明这一段讲的是什么，然后再看呢黄念老的详细注解，总希望这部经让别人看到生欢喜心啊，更容易啊切入境界，广为宣传啊。所以这一遍讲完，下一遍再讲，我们就讲可住了。啊，可住住都是黄念老的注解。啊，不采取别人的，啊，注是黄念所注的，啊，只是把扣判加进去，所以劝令书写，啊，今天就是讲印施法宝，啊，大量的来印，供养，啊，那么供养法供养。大乘经里面佛常常告诉我们啊，金刚经大家念的时候，佛在金刚经说以大千世界七宝布施都比不上为人设四句偈，是法供养啊。华严经上普贤菩萨说一切供养中法供养为最啊，所以我们把经印得很庄严啊，那就是最好的法供养啊，让人家拿到这部经心生欢喜，不学佛的人也欢喜啊，也舍不得把它丢掉啊，成本高一点没有关系啊，让一切众生看到了都生欢喜心啊，那么将来再配上光碟就更容易了，配上光碟大家可以在一起学习啊，一家人一个小团体啊，都能够好好的学习啊，受持接受保持而不失去啊，读诵对着经本这叫读，离开经本是背诵啊，念熟了就可以背诵，信受奉行，前面是属于解门啊，后头这一句是行门啊，啊，我们真的相信真接受了，依教奉行。啊，佛能流通，最后劝我们流通。流通法宝啊，就是为人演说。啊，虽仅于须臾之前，这将时间之短。啊，为他演说啊，说这个经里头一段或者是一句劝人听闻实情，实之不生忧恼，如是说法乃至至心精进，昼夜思维比差，借佛功德，如是之人，于无上道，从不退转。
叫什么？念兹在兹，念念没有离开极乐世界，念念没有离开阿弥陀佛。啊，为别人也说，劝人听闻无量寿经。啊，帮助他学习不生有恼。啊，不生有恼就是帮助他得到法喜，得到安慰，得到了解决忧恼的方法了。啊，现在我看这个世间绝大多数人忧恼就是灾难问题。啊，一个是社会动乱，一个是地球灾变。这两大问题大概是全世界的人没有人不为这个事情忧恼。啊，能不能解决呢？这无量寿经是真能解决。我们前面读过，前面讲过。啊，如是说法。说法奇迹。啊，乃至至心精进。啊，这是对说法的人讲的。啊，昼夜思维比刹，皆佛功德。后面这一句很重要。啊，西方极乐世界一真庄严从哪里来的？是阿弥陀佛在因地啊出家做比丘的时候发藏比丘，发48愿，五戒修行功德的成就，在极乐世界这么来的呀。我们今天发愿回向，拉什么回向？要有真修功德才能回向，没有真修的功德了，回向是假的，属空头支票，不能兑现的。一定自己有真修的功德，拿这个功德来回向。啊，所以教导我们昼夜思维极乐世界，思维阿弥陀佛，还要思维阿弥陀佛48愿五戒修行的功德。如是之人于无上道从不退转。啊，这样修行的人对于无上道成佛之道绝对不会退转。逼人临终，假使3000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曾执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啊，持诵说行。我们看注解，鄙人是指于此经典为他演说之人。啊，前面所说的自行化他这个人。啊，说假使3000大千世界满中大火，这是讲灾难呢。啊，这是什么灾难？佛告诉我们，从娑婆世界
到极乐世界，当中是十万亿个佛国度，一尊佛国度啊，就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啊。那么我们要经历多少三千大千世界呢？十万亿啊，这到极乐世界呀、啊，这是假设的，其中有一个佛的世界的。满中大火了，这个世界通通烧起来了，有没有？有。我们从现代天文望远镜里面看到了，啊，星球爆炸了，星系爆炸了，这是讲星系，不是一个星球，啊，整个这一个星系毁灭了，啊，这个在太空当中。很正常的现象啊！科学家估计我们的太阳系60亿年之后会出现这个问题啊！60亿年之后，就好像星球都老了啊，到毁灭的时候，统统爆炸了啊！那就是大千世界满中大火。啊，我们今天在望远镜上看到的星云，啊，那一片这个光，那是火光啊！啊，像太阳就是个火球，啊，在太阳满中大火啊！啊，这是一个星球啊！如果这一个星系满中大火的，那很可怕。举这个比喻，依照这部经典自行化他的人啊，纵然是遇到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这叫劫火啊。你看尘劫之后为住劫，住劫之后有坏劫，坏劫之末有火风水三灾，此火灾一成劫火啊，这就是大三灾里面这个灾难呢、啊。那么我们现在有人说明年很快呀、啊。啊，明年有个天象，这是科学家承认的，明年有。啊，在哪一天呢？2012年12月21号，啊，有一个天象，银河对齐。啊，银河的中心跟太阳、地球排成一条直线。这个现象25300年才一次。哎，我们这次很幸运碰到了25300年一次。我们这次遇到了。遇到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啊，所以大家都害怕了，怕的是什么？世界末日啊！怕的这一天呢，就是劫火满大千呐、啊！啊，这个劫火从哪来？从太阳来。太阳是个火球，银河系的海星是黑洞。啊，这也是最近天文学家才发现的，这个黑洞非常大，啊，引力很强，连光都被它吸进去，啊，它的引力很大，那这一对齐的，跟地球一对齐的，就发生像什么，像太阳、地球、月亮对齐的时候，
会引起这个海潮啊，就是潮汐啊，涨潮啊，退潮，有这种现象啊。因为地球表面上是水，那现在是它在当中，太阳在当中，我们在外面，里面是银河系海星，那个引力会引发太阳上的风暴啊，我们中国古人讲太阳黑子啊，太阳的风暴，太阳风暴是火海啊，那个火海要是吹到地球上来可麻烦了，那真的是不得了啊。那有没有可能呢？去年八月啊，正好一年，去年八月有一些科学家在澳洲悉尼开会，他们会议是两天，第一天讨论的主题是科学最近的发现啊，做出报告，我们看到很欢喜啊，跟佛经上讲的非常非常接近啊，证明佛在三千年讲的东西没讲错啊。第二天讨论的主题就是2012玛雅灾难预言啊，这些科学家有一半认为有可能，另外有一半呢不太相信，认为灾难可能也不至于那么严重啊。美国有个科学家布莱登，他给我们做了一个报告啊，根据他的看法，地球上的人要都能够觉悟啊，从今天起断恶修善啊，他的话是弃恶扬善，跟断恶修善是一个意思，改邪归正，端正心念，不但灾难可以化解，而且会把地球带上更好的走向。这个说法跟佛经上讲的道理一样啊，一切法从心想生啊，我们念头一转变的时候，这灾难就会化解啊。要晓得我们的意念不但能改变地球上的环境，还能改变太空的环境啊，整个宇宙跟我们念头息息相关啊！现在科学家发现了，所以已经有不少科学家转变方向了，去研究这个东西。过去通通研究物理啊，心理疏忽了，现在转个方向的时候研究心理啊，也就是从物质转向到精神啊，因为普朗克说的物质的基础是精神，能把这个东西研究透彻的时候就能解决物质现象啊。所以端正心念非常重要啊，啊，起心动念是伦理，是道德，是因果，灾难就能化解。如果还是怀疑不相信，那个麻烦就很大了啊，那就无法避免了。
所以让我们想到的时候，看到这个经上讲的大三灾啊，火灾、风灾、水灾啊，经上告诉我们，水灾可以淹到初禅殿，火灾可以烧到二禅殿啊，风灾可以吹坏三禅殿。这就不是一个地球了啊，这是一个太阳系的，甚至比太阳系更大的宇宙间的灾难啊。人亡经曰，借火动燃，大千俱坏呀！啊，这两句话就非常严重了，是大的星系啊，大千世界啊，至少是整个银河系出了毛病的。又居舍论曰，风吹蒙焰，烧伤天宫，乃至凡宫，无以灰烬呐！啊，这是讲到大火，烧到哪里？烧到初禅，初禅天是大梵天，大梵天王的宫殿都被烧掉了。啊，这初禅天的佛即彼人啊，佛对这一个念佛的人啊，自己能念佛又能劝别人念佛啊，佛为这个人受记，于临终时啊，纵使此三千大千世界皆被借火所烧，彼人亦能从中超出，往生极乐世界。他没有妨碍，他能够平平安安通过。什么原因？我们现在有一点体会，第一个是他有坚定的信心，第二个是佛力加持啊，所以他可以平安通过。信心比什么都重要啊！啊，人有信心，他决定不怀疑。啊，他为什么能穿过？这经上讲得很清楚。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既然是虚妄，就不会伤害一点点。啊，所以他可以顺利通过。啊，那为什么有人通不过呢？认为这个东西是真的。你就真被火烧了。你要知道这是幻象，它不是真的，你就会平平安安若无其事通过了，而且非常快速通过。啊，说彼人也能从中超出，往生极乐国度啊！啊，彼人以持摄世间之功德力，他自己能够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这叫持。摄是为人演说，啊，说这部经，说这个法门，自己修行又能够劝导别人，即十方如来微尘微尘加持力啊，决定得到佛力加持，
过于此界，虽然界火动燃，大千俱坏，仍能安稳自在，从容往生。这一种殊胜不可思议的威力，我们决定要相信啊，没有丝毫怀疑。啊，迷惑的人不了解事实真相啊，他在这个里面感到是热，像地狱一样啊，一片火海啊。菩萨了解事实真相啊，进入这个里头啊，清凉自在啊。这不就是说一切法从心想生吗？啊，看你是怎么个想法。你想他有，他真有；你想他没有，他真没有。为什么？一切法从心想生。啊，这一句话佛在大乘经里不晓得讲多少遍了，我们要把它记住。啊，所有幸福灾难都是自己负责。决定不可以怨天尤人啊！为什么呢？通通从自己心想生嘛，你怎么能怨人啊？人家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也不必羡慕啊！什么原因？他为什么能去？他的心跟阿弥陀佛的心合成一个，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功德成就的，我们今天念的阿弥陀佛，信阿弥陀佛，一点都不怀疑，把阿弥陀佛功德变成自己功德，道理就在此地。所以你搞清楚搞明白了，你决定没怀疑。啊，你才知道随时可以往生，得大自在啊。啊，今天这个世间真的是末法里头的末法。那我说没有人讲经了，有人讲经，没有人修行，没有人证果，这叫末法。没人讲经，法就灭了，就灭法了。啊，我们还在这撑住。啊，如果我们能讲又能行，一教奉行，那就提升了，把末法提升成相法了。我们往生那一刹那，那是正法。啊，就这些道理都能够贯通，没有忧郁，没有怀疑，你说你多幸福多快乐啊！你对这个世间所有一点忧虑都没有啊，没有忧虑，没有恐怖啊，没有惊吓，没有怀疑啊，在这个世间，灾难来了，两种现象。一种现象，佛来接引，我们跟佛去了；另外一种现象，佛加持你，保护你，不受灾难，你平安度过。那是什么？你还有任务，你还有事情未报啊！啊，你得要处理大灾难后面的一些问题
啊，灾难后续的问题，啊，那也是非常沉重的一个任务，啊，帮助这些苦难众生，啊，都是好事啊。啊，所以安稳自在，从容往生。下面如普贤行愿品，唯此愿望，不想舍利也。这个愿望是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啊，于一切时引导其前，一刹那中啊，即得往生极乐世界。啊。这些经文都是说明事实真相啊！啊，信受奉行的真实利益啊，为人言说不可思议的功德啊！佛即曰：世人已曾执过，已曾执过去佛，受菩提起。只是就是遇到这个人曾经在过去啊遇到的是这个过去佛受菩提起啊，佛为印证如是之人皆已于过去佛前领受菩提之起，皆当作佛，并为一切如来同所称赞呐、啊！啊，这就是说，在末法时期，能够有缘遇到大乘，遇到净宗，遇到这一部经，遇到这个持名念佛的法门，不容易，绝不是偶然的，绝不是小事。这个人过去生中。是个学佛的人，而且曾经供养很多佛啊，善根深厚，乃至于佛曾经给他受记啊。那么现在释迦佛呢，又为他印证。啊，说如是之人皆已于过去佛前领受菩提起，皆当作佛。啊，这是世尊给我们真正发心修学净土的人那证明啊。啊，并为一切如来啊同所称赞，那么我们想想，一切如来护不护持呢？肯定护持啊！啊，佛赞叹哪有不护持，哪有不保佑的道理呢？啊，得一切诸佛如来的护持，你就得一切菩萨的护持。一切善神龙天善神的护持，你不会遭难啊！啊，所以你得有信心呐、啊。幕后普劝大众啊，劝导大众专心信受啊，这个专心信受跟一心信受是一个意思啊，一心一意，没有丝毫疑惑，没有丝毫后悔啊，真相信啊，完全接受过来啊，持诵，这是自己修学。啊，也就是我们平常常说的，把经里面些道理
变成自己的思想见解，把经里面所有的教诲变成我们日常的生活行为，那这叫依教奉行，这就是过佛菩萨的生活啊，把我们自己生活调整过来，我们要过佛菩萨的生活啊。说行，这是化他啊，化他自己要做到，自己没有做到，别人不相信啊。所以教别人先教自己啊，我们自己真做到了，会感动别人啊。譬如在目前这个灾难的前夕越来越近，我们看到这个媒体资讯的报道，确实全世界的灾难现在是一个月比一个月增长，频率在增加啊，而且呢一次比一次严重啊，这个绝对不是一个好现象。我们在这个状况之下不惊不怖啊，每一天还在这里认真学习，没有把灾难看成一桩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啊，心是定的，心情是快乐的，是安稳的啊。这许多人看到他就佩服啊，他就向你请教啊，为什么你不害怕了啊，我们就可以细细给他分析，就可以教导他啊，用不着害怕。我们念头能够转变境界啊，教他弃恶扬善啊，过去做错的事情认真忏悔，后不再造啊，改邪归正，端正心念，起心动念全是阿弥陀佛的端正心念里第一殊胜的，我念念不是别的，念念都是阿弥陀佛啊，念念是阿弥陀佛，就是念念都是四十八愿，念念都是弥陀圆满功德，这多殊胜呐！啊，这多自在呀！啊，为如今而说依教奉行啊，我们学到这个地方，感触很深呐。啊，我讲经教学53年，也相当的长久了，但是没有专注。53年讲了几十部经，啊，不符合一门深入长时间修。啊，所以我们从去年清明，我们就把华严经放下，专讲这部经。这部经讲完之后，从头再讲。我有生之年不再讲别的经，就这一部。啊，我们要表法带个头。啊，带什么头呢？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带这个头。
啊，所以其他地方有人请我去讲经，我还是讲这部经。那我要求的条件就是，这个道场要有网络，可以对全球直播，我就去。啊，无论在哪里讲没有关系，通通讲这部经。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